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着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起。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着游戏。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大家 Peter 侯秋龙啊，嗱，而家到呢个户型咧就111，嗱，呢啲全部整好晒嘅。嗱，入嚟第右边咧就有一个房嘅。Hello， 咁啊，而家咧我哋嚟到实地啦，而家十房。嗱，呢一个啦。系啊，咁啊，成个单位就2梯3房。嗱，呢度第二个房啦。睇前面嘅房。啊。嗱，反正佢我唔理佢啲咩赠送空间咁样，反正嚟讲就。即係睇你自己點用咯，佢設計咁樣咯。嗱，呢種對流廳嚟嘅。嗱，到時咧就佢有啲咩最特價最平嗰套咧，9000蚊左右，佢帶埋裝修，咁就冇啲團購費。嗱，啲裝修標準大家一人參考一下。嗱，呢度樣板房咧就有3個户型嘅。嗱，啲朋友咧就比較中意呢種廚房啊，就係、是、叫做方方正正啊，即係一個轉身全部搞掂曬咧。即係你話，你老公走開啲啊，咁一個搞曬，一個轉身又煲粥又煲湯又留啲湯魚咁樣，一個轉身搞掂曬，就呢種咁樣。嗱，呢種呢個飯台咧就做圓台嘅，嗱，啲大家族咧係嘛，嗱啱啱好4個房，嗱啲房可能嗰兩個房細啲啊，4個房，嗱。呢边第三个房，嗱呢度做咗个衣柜嘅，阿摄影师入下嚟先得。嗱，企喺呢个位拍拍里边，企好啲系。嗱，呢度做咗个衣柜，
嗱，呢個新呢、这個盤新達城咧就同大家講咧佢因為個商場啊，佢自己有一個商場，同埋就有一個大酒店，同埋一個一加一嘅大超市，同埋嗰個地段咧就應該就係嗰、那個火炬開發區嘅中心位置嚟嘅，個價錢咧比較平喎，就啲特價最平嗰度9000多蚊，大裝修冇團購費喎，真係抵嘅喎，現樓嚟嘅喎，嗱呢、这個廁所。火炬开发区咧，即系你话商业配套最好就系呢个盘，即系呢啲我接受你哋辩驳嘅吓，即系唔接受辩驳，即系事事实实讲翻清楚，个商业配套最好呢个盘，成个火炬开发区。啊，个花城咧就健安花城都有一个太阳城广场，但系问题咧佢有嗰、那个佢有个太阳城都要行路要10分钟，但呢个楼盘咧楼下就系商场啦。嗱，呢个系。嗱，啲外景就跟住，系咪？嗱，带埋装修嘅话，嗱，特价单位9000几，嗱，正价10000蚊左右，冇团购费，系咪先？即系大家谂清楚啦。嗱，我咧就嗱，我有我有啲即系有啲伯、一啲大伯啊、妹啊、妹夫咁样，就喺嗰、那个嗰、那个港岛区即系市区嗰度啦，咁就住嘅。咁佢哋翻中山咧就是。即系啱啱同我倾偈呢位个妹佢话，我哋坐金巴唔方便嘅，翻嚟咁就即系唔方便。咁你咪我知道你去深圳近啲，个但系问题，如果你翻香港咧就经过马鞍岛之后再揸车翻嚟去，唔系即系到咗深圳啦，到咗即系到咗揸车到咗深圳之后再揸车到过咗个深圳大桥之后再到马鞍岛，再下一站就到咗呢度。到咗呢個火炬開發區，火炬開發區咧就呢個盤咧就個商業配套最好，同埋現樓嚟噶啦。睇翻呢啲一期啊，啲地十棟嗰啲業主啲居住率啦，嚇嗱都住滿曬人嘅，等等啦。呢個盤啊，我重點推介俾大家睇下火炬開發區呢個盤，嚟出嚟呢邊先，帶埋裝修，特價9000几蚊，即係可以諗諗嘅喎，唔係講笑喎。系啊，如果嗱，即系喺我嘅角度咧，即系我嘅角度唔代表全部人啊。睇下呢个片讲啊，就如果俾我买火炬开发区嘅楼盘咧，我一系买个花城，一系买呢个盘嘅。我因为我都属于比较后生啊，咁我就自己个人咧就比较中意就要啲商业配套啊，完全冇商业配套啲盘，我就麻麻地就讲实在啊，即系针对我啫，唔系代表全部人啊。嗱，你而家喺第19座，嗱个景就咁样，嗱呢度学校，同埋呢度附近咧就有一个第八人民医院嘅，就系、是、嗰、那个之前嘅张家边啊，呢、这个区嘅张家边啊，第八人民医院一个大医院嚟嘅喎。嗱，同埋呢个楼盘咧就嗱，啊啲楼就比较高嘅吓，嗱睇睇啦，系嘛，系嘛，现楼啊，同埋下边睇到有啲咩网球场啊、篮球场啊，全部有晒嘅。系嘛？个重点呢个就系、是，即系大家香港人比较中意要一啲咩商场大盘咯，要啲商业配套咯，即系嚟就嚟，即系一落楼啊买餸啊，或者叫做晚黑就行下饮杯咖啡啊，咁样食下麦当劳啊，咁样呢度齐晒啦。嗱，110几啊，睇埋呢边嗰个对楼先啊。咁呢个楼盘咧就冇团购费啦，咁你就如果过嚟买呢个楼盘咧，就你自己就拎嗰个订金，拎20000蚊订金过嚟现金，咁同埋就佢个价钱咧啲特价单位9000蚊左右，咁就冇团购费。如果买个110几平咧，你就预咗个首期20万，就装修整好晒噶啦，咁就现楼嚟嘅，咁就同埋就呢个发展商咧都系即系针对你哋嚟讲咧，就比较有信心，因为佢香港嘅发展商嚟嘅，咁就香港发展商嚟嘅，所以嚟讲就即系你自己老乡咧唔相信你唔好讲噶啦，系咪先？你自己香港人，你相信香港人呢、这个香港发展商嚟嘅，咁同埋就有啲咩汇款嗰啲咧，就佢哋就比较灵活啲。咁如果你即系如果睇眼咗买嘅咧，就呢度简单。嗱，同埋一阵间后边我拍完两个样板房，我重点长时间拍摄呢个原呢、这个楼盘啊嗰啲商业配套拍俾大家睇，因为火炬开发区咧，
同埋嗰个东区啊、石岐区啊、西区啊，就是、香港市区啲朋友就比较之中意。而关于嗰个新津吞道，即系有啲朋友话，马鞍岛就暂时嗰个配套未跟得上，我要现楼要即刻要住得到嘅现成嘅，咁你咪买火炬咯，火炬嗱呢啲火炬盘，火炬开发盘，同埋就呢个盘啲就火炬开发区商业配套最好嘅楼盘嚟嘅。嚟就嚟先，三万六门先，咪 ban 楼啊，嚟一嚟。O K， 嗱个第一个户型拍完去第二个户型，一阵倾。啊 ，O K， 嗱而家第二个户型啊，100平米啊吓，入嚟先。嗱，装修整好晒嘅。嗱，呢度呢个楼盘有个咩好处呢？户南不对楼，嗱呢啲南不对楼啦。嗱几好，系咪啊？嗱，100平应该做咗三房嘅，我未睇过吓。嗱，睇下个厨房先。嗱，都系正方形嘅厨房。嗱，呢啲正方形。即系一脚踢啦，呢啲名闻住，人哋买呢啲你就一脚踢嘅，系嘛？一男人煮饭，系咪？一女人煮饭，一女人洗碗，一男人洗碗，一脚踢啊！呢啲一个人搞晒，系咪？嗱，我哋就再嗰边睇咗佢度先。稳住啦，我嗱春凉房。O K。嗱，第一个房，哇！呢个艺术品好似奇奇咧咧咁样，艺术品。嗱，佢嗱，你又睇先，呢个房咧放咗最尾1.3米嘅床，佢同埋就整埋，即系到时如果装修咧，你就整埋啲咩柜啊，咁样整好晒噶啦，你自己睇下点设计。系做3+1。呢套咧就都系200,000首付左右，都唔使200,000。如果特价单位嗰啲咧就9,000蚊乘翻2,100,2,918,180,000首期，咁就落20,000定，包埋装修冇团购费。嗱，主人房标准嘅三房呢种就系、是，咩个袋同我屋企个袋一样嘅咧？入嚟睇先。嗱，佢到时买呢度咧就冇啲衣柜嘅，你自己整嘅，又冇啲天花板嘅，反正自己整嘅。嗱，一阵间最后嗰个户型同大家睇清楚啊，睇个景观点样先。嗱，游泳池噪音就冇噪音嘅，嗱呢度篮球场啦，系咪啊？同埋就。嗱，嗰度就主干道嚟嘅。嗱，呢度咧就嗰度成片都商场嚟嘅。一阵间我会行俾大家睇下。嗱，反正就嗱，我做个比喻啊，你大家买个咩神湾啊、坦洲啊，又或者系叫做生香啊，你觉得啲盘就睇得唔啱，又觉得就系、是、买嗰度咧，你喺香港过去比较远，你住市区嘅咁样，咁你话新津吞道通咗桥啊，揸车翻嚟中山肯定走马鞍岛啦，系咪先？走系嗰个新津大桥啦。咁嘅情况之下咧，我都建议你啦，就买火炬。第二火炬咧就睇一定要睇呢个盘，你送我啦，买火炬开发区一定睇呢个盘。一定要睇呢个盘，呢个盘嘅商业配套比较好。咁但系呢个盘咧就系点解啲地产佬就即系无论香港啲地产佬或者大陆啲地产佬都冇人拍摄呢？因为佣金非常之低，明唔明白？即系叫做无力不起早，冇钱不贪黑，明唔明白意思？除非鬼魂，明白？所以冇咩人拍，啲佣金低。个但问题即系出于我啲个人啲偏啲喜爱咧。即系有时啲嘢唔系即系下下为钱嘅，咁就发现好啊，同大家睇睇就咁样 ，OK。嗱，呢个厕所啦，嗱今日咧就回南天，个发展商都整得几好，就完全就系、是、开晒嗰个排气扇啦，就整到啲个底都冇咩水分啊，咁样啊，个同埋就直咗化呢排大帽好似。好似唔知你哋睇得顺唔顺超，跟住我又唔知，跟住系嘛嗱，冇计啦，反正过几个月我唔过几个月头发生翻上嚟好睇啲噶啦，而家一戴大帽先。啊，嗰、那个景观拍咗未啊？没有嗱，出去睇睇先嗱。
睇呢个景观啊，外景啊，嗱，佢而家呢个楼盘呢，仲有三栋，仲有三栋楼喺五月份加推，咁就到时你过嚟先睇睇先啦。而家买就中意买呢啲啦，啲楼层户型比较多，俾你拣择嘅，系30000先，等我30000先，层次比较多拣择嘅。火炬开发区呢个盘别睇，因为商业配套高，同埋就嗰个单价平，冇团购费。真系喎，唔系呃你喎。嗱，嗱，得唔得？啲景观就咁样。嗱，呢啲嗱游泳池啦，游泳池而家冬，而家春天唔开游泳池，夏天开嘅嗰啲嗱篮球场啦，系嘛？我蛇三分好重啊，同你讲。我成三班个钟啊，睇咗知道识打波嘅嗰啲人咧，有兴趣嚟中山同我较量一下，较量一下带钱我记住咯。嗱，同埋就嗱一阵最后个户型，我再同大家回准一下呢个楼盘嘅户型啲情况啊。OK， 一阵倾，大家好，阿 Peter 侯秋龙啊，嗱，而家就到咗呢个户型就101户型咧，算先嗱。呢度就呢、这个消防门啦，嗱送咗呢个就叫做咩啊？呢、这个咩叫咩阳台系咪？护花园。入护花园，即系呢度咧就三埋门啊！自己屋企嗱，你话放啲咩鞋啊？系咪啊？放啲腊肠啊咁样，你自己放咯。你养狗，你掟只狗喺度，但系冇理你嘅。嗱呢度先系间屋噶，嗱呢度饭台啦，嗱厨房啦。通风嘅话，采光比较好啊！呢种嗱，呢一个雪柜嗱，景观几好睇。你炒餸都炒得开心啦，啲户型咁样啱啊，心旷神怡啊！炒餸炒到你系咪先？嗱，呢啲通心粉，一盘近年整一盘通心粉整紧，阿大郎食通心粉阿大郎系咪先？嗱，呢啲家庭 feel 啊！嗱呢种咧，呢种系做呢种咧就叫冇走廊嘅，就实用性高嘅，就叫做呢种叫咩户型？呢种叫做叫那个竖横厅吧。嗱唔知咩名称就算数啦。嗱呢种设计咧就冇走廊嘅，一个平米嘅走廊都冇，基本上你就赚晒噶啦。嗱睇晒呢两个房先，嗱。嗱呢度第一个房啦，101平啦。嗱呢种嗱，即系我个人见解，呢种户型我比较中意，摊大食，冇浪费，实用性高，房啊靓啲，唔好摊多个房啦。屋企又唔系即系如果人多少少冇嘢，如果啱啱够用就买呢啲房就啲全家人笑呵呵，因为啲房比较大，系咪啊？嗱，换咗顶帽，换咗顶帽嚟同佢，真系换顶帽啊！买多顶帽啫，但系呢顶帽好臭啊！呢顶帽，戴咗几日，臭崩崩，又唔俾洗头。哇！呢顶帽嗱得唔得？屌你框顶帽戴戴啦，唔使戴帽得咧，其实系咪啊？使戴帽啊，各位粉丝，嗱，直发20000。啱啊！反正你冇头发，你就搵我，我带你直，唔收你中介费，唔收你佣金，直得几好啊！嗱，系嘛？有兴趣 call 我，带你去广州。嗱，呢个第二个房啊，嗱，拍个厅先。嗱，呢边。嗱呢度入去咧就呢、这个即系洗手间啦，系嘛？100平咧就可以做到大主套啊，其实几好嘅。嗱，主人房，嗱呢个户型咧啊啲做到嗰啲咩啊？做到嗰啲叫做每个房嗰啲大细都比较均匀喎，真系喎。即系难听讲句，叫即系我哋广东人话斋一杯水端平啊，真系做得到啊！
即係呢個户型就比較 OK 啊。嗱，興道咧101平呢個户型101平啊，呢個主人房興道大啲，興道大啲。嗱，因為就嗱，我呢度咧就做咗個衣櫃嘅，呢個衣櫃做咗幾大啊？啊，呢度都有60啦，係咪？呢個衣櫃呢嗱，呢最少60啦，係咪？呢衣櫃60啦。個之後咧，除咗呢度咧，你企先，你企翻呢度先嗱。嗱呢度咧就做咗出嚟嘅，嗱呢度擘大只脚就得咁多嘅，嗱呢度放咗张咩八床，系咪啊？呢个房大，呢个房大，你到时候咦？如果你话要咩买咗张台喺度放嘢，咁样你咪自己放咯，买咗书台玩游戏机咪玩游戏机咯，买电脑咯，系咪啊？嗱，咁我哋就去到睇睇呢个厅先，咁我就一阵回我同埋回准一下呢个户型，呢三个户型啊。嗱，呢个新达城呢个盘咧系火炬开发区咧就商业配套最好嘅一个商业大盘，个同埋就如果睇火炬咧就肯定嗰个咩健康花城同呢个盘一定要睇嘅，个花城嗰度咧佢个太阳城广场就可能就行路过去15分钟左右，喺个正门口出去15分钟左右啊，咁佢嗰度咧个优点系有啲近地铁，个但系问题呢个盘个最大嘅咩优点咧，你哋喺香港揸车过皇岗同卢浮宫咧就只。接45分钟，直接走入个马鞍岛啊！嗰、那个新津大桥直接铲到呢度，唔塞车啊！直接铲到呢度，你有车咧，你就忽略咗地铁，系咪先？但系呢度咧就讲实在啊，呢度就商场盘。但系一阵间啲视频拍啲商场同埋啲饮食啲餐厅俾大家睇清楚，呢、這个盘有呢个盘优势，同埋就呢个盘咧就比个花城平啲喎，系咪先？因为佣金少，明唔明白意思？促销系咪促销啊？出销发展商啲 fit 买喺度，出销反正就而家就睇你自己意思咯，同埋就呢度冇团购费，系咪带埋装修？咁我个人认为咧，即系如果呢两个盘买咧，就呢度咧就如果你自己有车嘅咧，就优先考虑呢个盘。你再谂个咩健康花城啊？即系自己如果有车翻嚟讲车不上啊，即系因为老实讲句啊，你揸咗车翻嚟讲，唔系晚黑你话阿老婆啊咁样，我想买包烟啊，咁你叫你老婆去买烟都方便啲噶嘛。健康花城下面好似冇乜商业配套嘅，佢有虽然佢附近有太阳城广场，行路过咗15分钟嘅，就咁样咯。咁所以嚟讲就如果你话商业配套好啲就呢度，同埋就呢度咧嗱，睇个工商银行啦，嗱呢度有工商银行，睇唔睇到？呢度啊，火炬开发区嘅 CBD 啊，明唔明白？咩个 CBD 啊？好似你哋香港嘅尖沙咀咁样，火炬开发区嘅区嘅一个中心点嚟噶。所以嚟讲就你话睇火炬，睇唔睇呢度一定睇，系咪啊？同埋就呢度咧就适合香港市区啲朋友，即系你哋所谓嘅港岛区嗰啲朋友过嚟睇。揸车就只一嘢铲过嚟呢度45分钟，系咪先？嗱，我唔知啊，我冇实测过，因为就即系好多数据就以真实为准啊。佢其实我唔讲45分钟啦，即系老实讲句，你到咗深圳先，你到咗深圳上咗高速铲过呢度咧，就应该唔塞车，应该就一个钟点都到噶啦。到呢度火炬新达城嗱，户型睇晒嗱，再讲多次带两万蚊过嚟，咁就到时候咧就睇边啲盘啲火炬，我个人认为啊，睇下嗰个花城啦，越秀剑法啦，睇埋新达城啦，再睇埋嗰个嗰咩盘啊，嗰个叫做南溪半岛，睇细个盘火炬开发区真挑细选，啲咩黄金海王嗰啲未睇啦，嗰啲死嘅，嗰啲好嘈嘅，嘈到你死啊！横回立体声啊，戴住个耳机咁样，全部噪音嚟嘅，嗰度好夸张，真系嗱，我好少讲人坏话噶，真系嗰度好夸张，真系碧桂园个黄金海王真系夸张，你送俾我唔住，我同你讲翻清楚，即系所以都唔敢拍嗰啲盘，我真心话嚟嘅，所以呢个真正抵呢个盘9000蚊特价。出销货，咁你话到时你过嚟睇，你睇晒个四个盘，你基本上都有头水啦，啱啱先？咁同埋就你话问我中山投资边啲区域板块有嗰个投资价值咧？嗱，我讲啊，唔代表全部人啱啊吓。
最稳嗰啲咧，最稳嗰啲咧，升值空间但系相对少啲咧，就系坦洲。但系坦洲咧就俾人个感觉咧，就系嗰个城市面貌比较差少少，因为佢有啲新旧结合，同埋就有啲大排档啊咁样嗰啲文化咁样，所以佢即系难听讲，佢嗰啲人佢嗰个板块就上唔得到啊，个上唔得到大上唔得到啊。嗰个厅台嗰种啊，即系出唔到街嗰种嗰个城市啊，嗰个镇啊，而啊嗰个最具投资价值中山嗰啲片区咧，系咪啊？反正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应该都马鞍岛同埋火炬，之后再到东区嘅。我个人认为啊，东区虽然市中心，但问题老实讲，佢市中心嚟讲，嗰啲城市会变迁嘅，即系新城区变老城区嘅，所以嚟讲就我自己觉得。仲好咁退好手，同埋就有地铁呢，就绝对系火炬开发区板块嘅。咁所以就大家如果睇咧，你话哦，我有谂住咁买百零万嗰啲楼买边度呢？你首先优先考虑火炬开发区，火炬开发区边啲盘呢？我啱啱都讲过，健康花城同呢个盘就绝对首选嘅。咁点解呢个盘小朋友拍片放上网呢？因为佣金低啊嘛。佢但系问题咧，我都即系我心态嚟讲好嘅，同你拍佢咯。你话要睇咪睇咯。OK， 一阵倾，嗯。喂，大家嗱，我就睇完啲样板房落到嚟下面。嗱，我而家就嗱落嚟下面睇下嗰个原能系点样啊？嗱，呢啲系咁嘅，呢啲嗱，同埋就系三月份买楼咧，当地政府有个政策减免你10,000蚊嘅税费，同埋发展商买佢嘅特价单位咧，佢最平都20,000俾你。即系优惠30,000，三月份喎，呢个盘，嗱而家大陆啊啲垃圾一袋一袋收晒啊啲，整得几好嘅而家。我哋呢度，即系有时啲，唉，上班咩啊？上班我个五百户啊，即系过嚟食，即系新年头倾偈啊佢。诶、哎，香港啊，而家好衰啊，啲垃圾费啊，又要征收税费啊，笑到死啊，五百系嘛？你哋香港嗰啲，诶、哎，唔讲嗰啲，反正即系提两句啊，反正嗱呢啲垃圾啦，收垃圾，诶、哎，反正笑死我，俾我五百副。我见我啲大伯咧就谂起我老豆啦，同我老豆同我等住同我老豆倾偈咁样啦，即系好多好搞笑，新年头嗱呢啲嗱呢，嗱校长。嗱，鸟语花香啦，啊，咪嘈，听啲雀仔声啦，几多雀仔？嗱，呢只咩华米？嗱，呢只华米，收近啲，嗱，只华米，啊，嗱，呢度一只，嗱，哇，几嗱一个家族，系咪先？啲雀都住得到嘅地方，点会差咧？嗱，啲细路仔放学，细路仔。火炬开发区呢，就呢个盘，哇，几多雀，哇，呢只华米嗱，得唔得？嗱，我话呢，即系我 Peter 呢好有灵性嘅，去边度都好多小动物嘅，真系我觉得好搞笑，真系去边度都好多小动物嘅，啲狗又追我，啲猫又跟住我，啲雀又围住紧我，系咪先？个身比较灵性啲嗰啲人嚟嘅。我买彩票中奖啊，好搞笑喎、啊！真系中奖啊，100蚊啊，买咗10蚊中100蚊啊！嗱嗰度一笪声啊，嗰度嗱呢个篮球场啦、啊，這個盤呢个盘呢个体量就唔系算好大，但系问题呢就系佢有个价钱平，同埋现楼，同埋最主要一个点呢就呢度嘅商业配套绝对系火炬开发区最好嘅，绝对嘅呢啲就唔接受辩驳。个咩太阳城广场去其他楼盘过去都远少少，都远少少，同埋个太阳城广场呢，佢就即系毕竟啲商场盘呢，即系啲餐饮啊，你食两食厌噶啦，呢啲就多风味啊，啲餐馆啊，啲当地啲餐馆多嘢食啊。嗱，呢啲卖晒啦，呢啲前面一期卖晒啦，呢一期卖晒啦。啲楼盘好唔好睇下个外墙有冇人拉啲横幅啊、示威啊，咁就知道啦。
我哋坦洲有个楼盘啊，有人示威嘅喎，拉晒纸出嚟啊，评论区打上去啊，评论区啊，嗱咧几多细路仔？嗱，而家出下个大门口啊！会最强杀。嗱，呢啲快递邮件，而家呢？啊！啲快递啊，啲邮箱都兴咗呢啲风潮啊，即系送快递啊！啲快递员咧就拎唔到入你屋企门口，全部掟咗入去啊啲柜嗰度，之后发条短信俾你个手机，之后你凭下个号码你就自己去攞快递啦。嗱，呢度系佢个砧板，楼盘嘅砧板。但系大家了解一下砧板，嗱，楼盘砧板。嗱，再换个角度睇睇，嗱，呢个盘就咁样，系咪好宏好比较宏伟啊？系咪呢个楼盘系咪啊？嗱，即系大家知道咧，啲楼盘咧就有冇人气咧，就落班时间就喺门口一睇到咧，人气就比较充足嘅。嗱，而家就系晏昼就系5至5点，嗱至五点啲人气充足嘅，14点零钟系咪先？嗱 ，OK。好坐。坐啦，坐啦。喂，呢度有一个五谷鱼粉，我一阵过嚟食咯。五谷鱼粉，食下啲啊啲咩啊，用啲咩鱼啊，一碗粉几好食啊，好食，都有啲辣。嗱，呢度咧，呢度就应该系一间超市嚟嘅，一家超市。嗱，呢个一家超市系真系一家超市。嗱，超市门口，嗱呢个超市门口。嗱，啲士多店啊，嗰啲你唔担心冇嘢食呢度，呢个商场盘嚟嘅。嗱，我哋去个超市先啦，唔知俾唔俾入去拍摄啊，反正就唔知道啊。嗱，呢啲饮咖啡啊，呢个咩啊，光环啊。光环咖啡啊！去啊！你在那里干嘛？去干点什么？你是冰城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是冰城甜蜜。咁多人望住紧我嘅，唔通我靓仔？唔通系睇过我啲片？连着几个望住紧我，唔知做咩咁望？难到似四部牛仔。嗱呢啲，嗱食粉啊呢啲嗱，呢间超市一家一超市啊。我话个表哥同呢个老细好熟嘅，我表哥，辉哥呢个辉哥。走啦，啊，上边嘅。喺出边睇睇呢个商场有几大先，唔知俾唔俾入去拍摄喺度，走出呢边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这个我搬过去。对。点到了，好了，走。是
那睇呢度啊。喺嗰度先。嗱，有麦当劳，任由佢拍各位。嗱，我拍啲商场啲 banner 没收过两次手机啊，临尾写检讨书先俾翻我嘅，同阿摄影师之后我入去拍摄呢就冇，有啲生命危险，有啲心跳紧嘅，即系好似同啲女仔示爱咁样，好惊嘅。入门口嗰刹那，怕唔怕？敢不敢？敢不敢？入唔入去啊？入啊！走啊，死就死啦，反正嗱大胆啲啊！唉，你哋为咗睇门口有保安，猛球嗰白板门口有保安，唔好拍住。闻咗入嚟啦，呢啲二楼啲细路仔玩嗰啲嘢，买电器啊！嗱，呢度买衣服嘅，呢度买鞋买衣服。呢度四楼咩啊？四楼想唔想睇下？想唔想啊？四楼商场，那个电影院啦，电影院啦。我哋直接一阵间去个商场里面啊，嗰个超市睇下。超市入超市，一阵落翻我先。系、哎、唔好意思，啱啱去到个超市嗰度呢个门口呢，嗰个保安部啊，嗰啲人叫我哋唔好拍视频。就话啲私人地方唔俾拍，咁就冇办法啦。OK， 我哋出俾人嚟讲咗出嚟，个女仔嚟就嗰个女仔，赞样啦，就嗰个女仔，赞样走啦，唔系话要攞个手机检查咁样，唉、哎，走咗出嚟算数，唔俾拍。
唔知系咪想攞个微信啊？反正我唔知佢嘅，反正。嗱呢度抽翻出嚟呢个超市，就呢度了解一下啦。猛下呢，即系如果你哋大家自驾翻嚟去火炬呢，就猛下你哋行下啲商场啊，饮杯咖啡，夏天几舒服嘅，真系几舒服，呢啲咁嘅环境几舒服。即系反正嚟讲，即系你哋有时买楼呢，你都要啲配套㗎嘛。嗱呢啲配套齐晒啦。嗱讲返呢个楼盘先。新达城。嗱呢个新达城㗎嘛。嗱9000蚊包装修。你买呀啲咩三蚊十蚊要啦。你买坦洲你冇15000蚊你买唔到啲咩靓盘㗎喎，讲实在啊。呢度先9000蚊。火炬八区冇团购费喎。真实有9000蚊嘅货。真实有，但系嗰啲特价单位正价嗰啲10000蚊啦，正价嗰啲10000到11000啦，嗱，但系佢唯一嘅缺点呢，即系我吐槽唯一嘅缺点呢，就围绕我哋嘅佣金非常之低，明唔明白？我哋会赠一部65寸电视就冇得多啦，佣金非常低就呢个款，即系我哋吐槽啫，唔关你哋事嘅，你哋老细，你哋买得啦，反正我哋即系有时公益项目。比较少啲地产行家过嚟拍摄就系咁嘅原因，即系无利不起早。但问题我都拍俾大家睇啦，反正咁样啦。嗱，几旺啊呢度？我抽翻先。康路啊！嗱，同埋嗱，呢个商场呢有一个肯德基嘅，即系新达城呢个商场有肯德基嘅，嗱，肯德基，同埋有啲咩啊口腔医院啊，同埋就下边有间食啲咩烤肉啊咁样，系嘛？即系我啲即系成日食同啲客户睇啦，成日食饭，有时中午食一餐，晚黑食一餐，咁即系反正嚟讲，我即系我做节目好，拍片又好，或者真系带我睇楼嘅宗旨呢，就大家嚟到呢，即系我唔会带大家食啲太曳嗰啲嘢啊，即系过中中底咁样都过得下去啦，带大家去饭店食。个大问题，我哋中山人啊，个性呢就比较中意点多少少嘅，咁所以嚟讲我都即系呢排多楼睇，我都有少少肚腩，有冇运动？呢排冇运动。咩运动啊？打篮球唔得闲啦，而家啱啊，日日即系有时讲句咧，就无事一身轻，无事一身轻。而家多咗，譬如同事，我啲压力就大咗上嚟喎。嗱，星巴克咖啡，嗱，面包店 ，KFC。嗱，同埋就呢间嘅茶楼嘅喎，呢间有间咩茶楼？呢间叫做扒房。同埋同大家讲完嘢咧，就喺嗰个火炬开发区咧，喺个太阳城广场咧有间。食下嗰个食牛肉火锅70蚊一位人食喎，真係好好抵食喎。我上次同有个客户呢就喺嗰度食牛肉火锅，食到佢话好辛苦，70蚊一位人食牛肉火锅，真正嘅牛肉唔系你，即系咩食得咁多啊？讲实在系嘛嗱，8万平方米大型商业体，同埋再同大家讲多次呢，就呢度呢。即系火炬开发区呢，3月份呢，你过嚟买楼呢，特别买呢个盘呢，个特价单位平20000俾你。佢之后呢，同埋就佢咩问题，仲有一样嘢，个政府呢，3月份佢仲有一个政策优惠大家买楼嘅，就系你买啲楼，佢会减10000蚊税费，减10000蚊税费喎，个政府起晒好大喎。
因为冇收入嘅话，你买得噶啦。嗱，嗱呢间咧就食下啲咩啊？啲湖南菜呢间，湖南菜食得眼擎擎嘅喎，湖南菜啊，嗯。而家呢个楼盘呢，就喺火炬开发区嚟讲，商业配套算系最好嘅啦。嗱，同埋就嗱，前边有间啲咩？嗱，前边嗱两个商场啦，一个一加一啦，咪三个商场嘅呢度叫做一个商场嚟嘅。呢个楼盘啊，都系一个商场。呢个商场呢叫做上敦礼嗱，系咪啊？嗱，呢度叫一个商场，但系而家呢就而家照紧相喺度，咪完全黄晒啊！嗱，嗰度一家商场，再前边有个咩商场啊？嗰个叫做咩啊？嗱，百汇广场去埋嗰度影埋佢，决战系影到冇定位置，走影埋佢。系挡挡啲风啲，咪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嗱，同埋就喺呢度住咧，就关于啲饮食文化咧。嗱，去到呢度当地咧，又去当地啲饮食文化。嗱，对面啊啲咩有间啲咩沙县小食啦，十零蚊食个饭啦，都同埋饮汤几蚊一碗汤啫，啲当地即系好出名啊。同埋嗱，啲咩猪脚饭啊，同埋啲打边炉食羊肉啊，呢啲对面啲饭店咧就几多嘢食嘅。即系去到大湾区食嘢咧，就唔一定去啊啲咩去啊啲咩大饭店啊，咁样啲咩加盟店咁样，唉，嗰啲冇味道嘅，啲工业化产品嚟嘅。真系冇味道嘅，你食嘢咧就揾下啲关东煎腊，咁啊多啲嘢食。关东煎腊多嘢食。嗱呢度就呢度个售楼部啦，呢度落班啦，走啦，唔系啊。嗱，同埋就嗱呢个楼盘咧。呢度出嚟咧有啲充电站嘅，插电站，香港嘅插电站，即系嗱啲车啊啲插电位绝对够嗱。呢啲快充嚟噶，嗱你买电动车或者香港揸咗电动车翻嚟嘅喺度插电。没有，我前面开的。嗱呢度一间酒吧 ，H 二酒吧。我呢二三十岁嗰阵时呢都偶尔饮两杯啤酒，偶尔饮两杯，同啲朋友食饭啊出嚟，即係有时寂寞空虚懒呢啲朋友约我出嚟会饮返两杯啤酒。但係问题呢接近三十几呢之后呢我就知道个身体嘅重要性啦，我就唔饮啤酒嘅。即係除非你话啲咩喜庆啊饮两杯啊，有啲朋友陪你饮两杯，或者陪啲客户饮两杯，或者偶尔可以。你话叫我食平时食饭，你话身，你话食饭饮啤酒，饮都唔饮啦。即係难听讲句，要我老豆上年就瓜咗啦，系咪先？即係啲我对啲酒呢，啲烟同埋啲酒呢，我就非常之大嘅敌意嘅。阿摄影师食烟，我都同佢讲话，大家一齐住，即係之前一齐住埋一齐啊嘛。一齐住呢，你再喺间屋里面唔好食烟。同埋我间公司呢，我就同啲同事讲啦，食烟就喺出面食，唔喺公司食。因为啦，公司呢，即系一个社会发展啊，发展到后面啊，都有啲文明啊嘛。咩为之文明呢？你嘅尊重人啊嘛，精神上要尊重人啊嘛。啊，间公司呢，就有啲女性喺度嘅。啲女性唔食烟㗎嘛，个我都唔食烟嘅，个何必喺公司食烟呢？大家闻你啲烟味呢，啲人係有啲反感嘅，我都唔好鍾意嘅。啊，睇埋呢个商场睇点样先。嗱，呢个盘就真真正正三个商场啦。嗱，三个商场，呢个。
哇，呢、這个大，呢、這个大，呢个信仰大。嗱，两位女士，入酒店的方向行入去，明嘅，大家明嘅就明。两位女士，明嘅就明，唔明嘅就唔明。三位。懂唔懂？明唔明？入酒店。嗱，呢度一个商场，百汇广场，我咁入去啦。嗱，呢啲咩特巴啊、足浴嗰啲有晒啦。嗱，呢啲几时开翻啊？三个月内啊。啊，就会开通啦。呢排停咗，成个中山停咗。啲咩来龙去脉唔讲啦，大家理解啦。嗱，呢个广场有茶楼啦，有食饭啦，同埋就有足浴啦，同埋就嗱呢间嗱湖南菜呢，我食咗好多间嘅。嗱，咁间呢间上菜普饭呢，拉近啲，上菜普饭呢，我就最食得最多次啦。即係因为老实讲句，嗰间上菜普饭呢，就每次食都上瘾嘅。食完之后呢，就我自己嗰个好敏感嘅，食咗之后呢，大概有三四日呢，成个嘴啊有一阵味道，同埋个身有阵身瘾再食第二餐嘅，唔知点解，大家理解，信息量巨大，反正自己理解，反正食到上瘾嘅嗰间湖南菜啊，系咪落咗料我唔知道啊，反正真系上瘾啊，嗰间湖南菜，大家可以。你唔信邪，你唔信我，你自己又食一餐，贵又唔贵，同埋呢个好多间店嘅。诶，宝城地产。哦，呢、這个发展做个发展站我认识了喎，宝山喎，做个哪里啊？青羊那个盘也是做个开发商，青羊那个哪里啊？那个青，跟我姐夫啊，我知道宝山地产啊，对，就是做个，他跟我说过，东就是在火炬的，就做个盘。那个发展商同我识得嘅，食过饭啊，那个发展商唔系吹水啊，真系唔系吹水。我姐夫同呢个发展商非常熟嘅，非常熟嘅。我老豆契女啊，个老公就咁样。嗱，就讲晒啦，一个楼盘三个商场，同埋位于呢个嗱，而家啲就位于主干道。嗱，呢主干道，嗱有个蛇啫，呢啲主干道，嗱啱啱先，地段非常之靓。系咪啊？反正嚟讲，即系呢个楼盘咧，都回准一下。如果你港车北上咧，或者喺香港市中心住嗰啲朋友咧，进而买中山咧，优先考虑就马鞍岛同埋火炬开发区。因为唔好解释啊，你香港个皇岗口岸或者卢湖口岸，直接揸车过关，揸车过关之后去到深圳之后再去嗰个深圳大桥，再到马鞍岛，再到呢度。同马鞍岛同呢度比较，啲马鞍岛啲潜力就肯定大，因为佢最近深圳。第二个问题，马鞍岛将来呢，有可能就个政府当地政府规划佢就变成一个横琴嘅一个定位嚟嘅，暂时未清楚、未清晰嘅，个功能未清晰嘅，但系佢可以封关嘅，可以封关马鞍岛，佢可以升级嘅，系咪啊？个大问题咧，马鞍岛咧就个配套咧就可能三年或者三年岛先成熟，三年后先成熟，暂时未成熟，楼又唔系好贵。但问题呢度就成熟咗嘅。嗱呢度成熟咗嘅。嗱到时佢哋睇呢个新达城呢，就睇现楼，又望住緊我嗰啲人。系咪我啲比较特别，戴顶帽比较特别，人哋戴得我戴又唔得，咁样唔得㗎嘛。嗱呢度比较成熟。
同埋酒店。嗱，商场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商场。港车北上，喺香港直接揸车呢度呢，我估计一个钟到得到啦。呢度铺，呢度铺，一个铺过关嗰啲唔知啊，反正讲晒噶啦。嗱，今次嗰个节目到呢度啦，有咩下次再倾啦。咁就我系 Peter 秋龙，咁就下个节目再倾啦。有咩即系进入呢个作品咧，俾个 like 我啦。咁我就呢排啲我就拍视频咧比较少咗，因为就啲新同事到咗啦，我要负翻我责任，要带啲同事学到嘢、做到嘢，同埋就啲标准都要上到嚟，咁我先放心啊嘛。之后人哋就即系。讲难听讲句，打工好听啲就叫投靠我，咁我谂即系我嘅心态都谂住紧要帮啲人哋搵到食噶，即系做人你讲你有几大能力，有几大义务啊嘛？你人哋入你公司做嘢，觉得你有能力，先愿意投靠你啫。个大问题就我唔希望啲人会失望咯。咁所以嚟讲，我都尽翻我自己嘅责任同义务，就带到啲同事搵到食咯，就咁样咯。反正就咁情况咯。反正就今年就多谢大家支持啦。够嘅，拜拜。嗱，行下摄影师过嚟呢度，$30，求下睇睇又一餐啊。嗱，$36，冇碗饭加唔到啲嘢，同你哋低楼食咩嘢？话呢度系冇得做。嗱，出边啊，几多嗰啲？后边有三个，隔篱一间。你啊，你嚟，你打边度啲嚟？隔篱一间啲咩竹棉店。啊，对不对？要原味的，五谷鱼粉。原味的，好，系咁啦，好啦。